大家好，我是 Fanny， 我爸是一名画家，他喜欢带我到处去写生。可是有一天，你们看到的是我每次都在发的噩梦。哎，爸爸的日记里怎么会有这些纸呢？之前我怎么都没发现呢？就很讨厌画画，可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完成我的愿望。这是我留给你的设计图，希望你能到尤尼斯当设计师，善用我的设计图。对不起，爸爸，我会尽力完成你的愿望的。所以，从今天起，我要发愤图强。结果我报读了 Yuta。 顺利毕业，也在 Unison 担任了设计师。此时此刻，我终于明白爸爸的 legacy， 原来自己的努力就是最好的财产。财产不一定是金钱啊，